朋友问安。在正道之前，我想讲个，先讲一个小故事。有朋友两个人在林中散步，忽然他们发现，在一堆树叶上有一颗彩色的玻璃球。当时除了两人自己的脚步声以外，一片沉寂，再无二人。但从玻璃球这个证据来看，明显可以推断是有人将它放在那里。这两人中有一位是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另外一位则是门外汉。门外汉就问道。如果这颗球再大一些，假设直径有1米，你仍然会说是有人将它放在这里的吗？科学家自然回答道：“球再大一些，仍然不能改变我的判断。”他的朋友就追问道：“那么，假设这颗球是巨型的，直径有1公里呢？”科学家仍然回答道：“不但可以确定是有人将它放在那里的，更应当进行调查，找出为什么将它放在那里。”这个门外汉就继续问道：“假设那个球跟宇宙一样大呢？如果小球的出现必有成因，大球也有成因。”那么，更大的球，甚至整个宇宙，岂不更需要有成因吗？圣经对宇宙的起源、第一生命的起源以及新生命起源等观点，曾经使许多慕道的朋友踌躇不前，不愿意接受圣经为真理。现代科学也宣称，他们已经100%证明圣经关于创造的论点错误。进化论被当作科学在公立学校教导，到底是哪一个对？是圣经还是科学？当今世界是创造而来还是进化而来？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先需要陈述一个基本的论证，接着就要将这个论证应用在宇宙、第一生命以及新生命形式三种起源问题上。这是创造与进化的三个最主要的分歧点。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明白什么是进化论。以及现代进化论者如何来看待起源的问题？大部分人认为进化是达尔文在1859年发现的。实际上，进化论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观点，它起源于自然主义的哲学观。无神论者说，宇宙没有成因，宇宙一直存在。也会永远存在。所有的物质本身都有生命的原则，由这一个前提推演出，生物出自无生物，自然不成问题。事实上，那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同样，较简单的生命形式进展为较为复杂的，也是必须有的推论。因为所有的物种都不断努力要达到完美，然而缺乏智慧的引导，系统中将没有一个机制可以解释物种的进化。达尔文趁机提出一个机制，进化可由物质开始，这个机制称之为自然选择。至于宇宙的起源，
进化论者说世界没有起源，他们认为宇宙是集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之大成。进化论者也教导我们，生命起源于达尔文所谓一个温暖的小池内的化学反应。过去30年的实验已经证明，只要用少量基本的气体、水以及一次电击，便可以产生出生命必需的氨基酸。这使得生物可以衍生于无生物的人大为振奋。至于新生命形式，则由自然选择进化而来。当地球的环境变化的时候，动物会衍生出新的特征来应付新的挑战。适者生存，不适者灭绝。进化论究竟是科学还是假设？这正是我们今天晚上要重点谈论的。我们请同工把 PPT 打开，我们来看。今天晚上我们福音布道会正道的主题是创造与进化，将分享四点。第一点是对进化论的质疑，第二点是宇宙的起源，第三点是第一生命的起源，第四点是新生命形式的起源。那我们先来讲第一点，对进化论的质疑。首先必须声明，我们并非一定要站在基督信仰的立场来辩论，只是一味的坚持立场的强调，圣经这样宣告，我们就这样简单相信。这种态度固然很好，但是我们也有很好的科学证据来驳斥进化论，从而更加坚定地来相信创造论。事实上，根本的问题在于科学到底是什么？科学的基础在于因果关系，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成因，否则任何事情绝不会这样发生。纵然我们无法说出什么特定的成因造成特定的事件发生，我们也能够因为见到有什么样的结果而说出必定有何种的原因。另外，无论过去造成某种成果的原因是什么，现在也必须会造成同样的成果，我们称之为一致的原理。所谓科学，其实就是利用因果关系和一致原理这两个原则来寻找成因。科学家在把科学原则发展为科学方法的时候，需要将主因和次因区分开来。主因便是可解释单一事件的第一因，单一事件是指只发生过一次没有自然解释的事件。次因被认为是管理事物正常运作方式的自然成因和自然规律。不幸的是，科学家用超自然成因去解释自然的常规事件，例如地震、台风，但当他们发现这些事件的形成机制之后，当他们发现地震的原理和台风形成的机制之后，科学家们又全然排除主因的可能性，寻求以自然成因解释每一件事物。那这一错误就是超自然主义者用主因来解释普通的事件，自然主义就犯了另外一个错误。
他是用自然成因去解释所有的单一事件，也是犯同样的错误。科学分为运作科学和起源科学，研究起源必须采用其中的一种。那我们从 PPT 上面看到，运作科学处理事物正常运作的方式，它检视这个世界如何正常运作，研究以常规和重复方式一再发生的事件。运作科学的答案可借着重复实验加以测试，它的结论应当可供预测将来的实验会有什么结果。运作科学喜欢凡事有规律，可以预期，所以呢，就强烈排除超自然成因、偶然可能出现、反常事物这样的观点。就像圣经《列王记下》20:11所记载的太阳倒退十度的神迹。先知以赛亚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是亚哈斯王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十度。这样看来，运作科学通常为所研究的事件寻找自然成因，也就是次因。起源科学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学科，他仅仅研究过去的单一事件，而非现在的正常事件，关注的是事件如何开始，而不是他们如何运作。研究的事件按性质来说，必然只此一次，下不为例。既是不同类型的科学，就需要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起源科学和运作科学有不同的原则，因为他们所研究的已经成为过去，今天已经无法重演，所以需要用我们今天可见的因果关系和所研究的个案进行类比。同时，起源科学无从提供确定的答案，仅能够提供似乎可能的解说。我们并未观察到事件的开始，我们也无法使它重演，因此必须研究所留下来的证据，看哪一种说法最能解释证据。正如运作科学承认某些事件必有智慧的主因一样，起源科学在证据要求之下也会接受有智慧的主因。至于进化论的基本论证，第一步是指出它用过了研究方法。进化论用运作科学的方的原则去研究起源科学，为自发生一次的事件寻找规则重复的成因。进化论强调用现在世界中运作的原则来解释这个世界当初是如何开始的。这样一来，虽还没开始正式研究，却已经做了结论，认为世界乃是由这一过程所产生的。但宇宙或者第一生命的开始乃是特殊单一的事件，不应当也要按照研究规律重复过程的方式来研究。就像没有人看见上帝起初怎样创造天地，他在造人类之前的前五日怎样创造这一切，没有人在现场。所以呢，这个只是单一的事件。我们若要了解起源，就必须要用起源科学，而不是运作科学。无论在何处，我们见到一个清楚且具有
具有特定功能的复杂设计，比如一块自动手表，我们就可以判断出这是出自某种形式的智慧的介入，使得自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得以成就。自然界中有令人叹为观止的现象，却明显是由自然的力量造成，比如我们看到有大峡谷或者是大瀑布的时候，不会去寻找智慧的介入，会看出那是由风和水的长年累月冲刷或者是变化而来。但是如果是一座水力发电厂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却无法用自然的力量来解释，因为其中清楚可以看见特定的功用，它是用水力来发电的一个装置。不论我们看见的是一个雕刻品、智能手机或者是一架飞机，都会立刻意识到必定存在有智慧的成因，因为那些事物不可能是自然而然发生。我们现有的经验都证实这一点，现今的世界是这样，因此可以合理的假设过去一向如此。好，我们现在来讲第二点，宇宙的起源。请同工，对，谢谢。关于起源有两个观点，一个观点认为万物发生都归结于自然成因，就是自然而然这样演化而来，另一种观点却寻求超自然的成因。就宇宙的起源这个问题来说，宇宙有开始还是没有开始？如果有开始，则它必定有成因，还是没有成因？如果有成因，那这是什么成因导致万物产生？进化论科学家告诉我们，宇宙不是从无到有凭空出现，就是一直存在的。宇宙永恒说就是这样的一种理论，认为宇宙不断的凭空产生氢原子。科学家不论采用这两种信念中的哪一种，都要付出极高的代价，因为这两种信念都违反了科学的一个基本定律——因果律。这两种信念都要求科学家相信事件无需成因便可发生，甚至怀疑论者休谟都说，我从不会提出好像没有成因便可有任何成果这样荒谬的言论。然而这样荒谬的言论却被一生靠因果吃饭的人所接受。倘若整个宇宙都是没有成因的，则为何我们要相信其中某一部分需要有成因？如果每一部分都是有成因的，那我们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整体的宇宙万物是没有成因的呢？因果律的原则绝对不支持这种凭一无证据的结论。相反，有许多证据证明宇宙有开始的立场。太空研究中心的创始人杰士托在他的巨作《神与天文学》《天文家》中说，为那些证据做总结的时候，他说到有三种证据：热力学证据、银河系的运行以及辐射反射。这三种证据共同指向一个结论：宇宙曾经有开始。我们现在所谈的宇宙是宇宙的开始，由无到有，
显然这是在无法重复的事件范围之内，只能用起源科学来研究它。热力学定义是这样指出的，宇宙间实际的能量维持一定，不会改变。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出，在任何封闭的系统内，我们可以将整个宇宙视为封闭的系统，可用的能量在递减，期间每一件事物都趋向于混乱，宇宙逐渐走下坡。如果能量的整体不变，可用的能量却逐渐减少，那么我们一开始所拥有的必定不是无限量的能量。无限量的能量是被递减甚至被用光的，这意味着宇宙现在是也一直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在永恒的过去曾经存在，也不曾在永恒的将来仍然存在，因此它必定有一个开始。我们再来看银河系的运行，科学家同意宇宙并非持守原状，永远不改变它的运行。我们观察到的宇宙正在膨胀当中，所有的银河系都在向外扩展，好像有一个起源的中心向外扩展一样，并且过去扩展的速度比较现在扩展的速度更快。请记住，当我们看太空的时候，看到的并非现在的情况，而是所具的光年以前的景象。因此，由一个相隔700万光年的星球所放出来的光，告诉我们在700万光年以前它曾是什么样子，曾经在哪里。至今最为完整的研究是由商机用200寸的望远镜完成的，他收集了42个银河系的资料，远至离我们60亿光年之外的太空。他的测量指出，宇宙过去扩展的速度比现在要快，这个结论更是支持宇宙乃是类似于爆炸而后存在的观点。这种爆炸是整个宇宙的开端，将宇宙的扩展过程退回去，它将会越来越小，直到消失不失，最后空无一物。因此可以知道，宇宙在过去的某一时刻是从无变为有，这正验证了创世纪第一章关于创世的开端。神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我们来讲第三个，辐射反射。第三种关于宇宙有开始的迹象，就是每一个事物都会有辐射的反应。起初有人认为它是一种物体的静电，但研究结果发现到处都有静电，宇宙本身像一个巨型的火球一样，具有从过去某个大灾难而来的低水平辐射。除了大爆炸理论以外，无法解释这种火球辐射现象。科学家所发现的辐射波长模式与经过一大爆炸后产生出来的光和热波长的模式完全一样。这项决定性的发现使得最抱怀疑态度的人都哑口无言。
支持宇宙永恒说的人迫切地想找出另外的解释，却没有成功。这种迹象又一次使人相信宇宙必定有一个开始。因果律告诉我们，凡事发生必有原因。所以是什么导致宇宙开始存在的呢？这个大爆炸很可能是一连串爆炸中最后的一个，摧毁了以前所有的证据，但这不过是将问题往后推结果。是什么导致第一次的爆炸呢？另外，宇宙永恒说也有可能说对了，宇宙无开始，且正在不断的凭空产生氢原子，以维持数量不知耗尽。但这个解释与因果律和证据相冲突，这两种解释都有可能，但都不合理。按逻辑来说，如果我们寻找一个在整个宇宙存在以前便已存在的成因，则我们是在寻找一个超自然的成因，因为没有任何次因可以解释宇宙的起源。但如果我们采用起源科学，则这个问题可以有一个最合理的解释，源于一个超自然的主因。我们来讲第三点，第一，生命的起源。关于起源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说万物发生都可归结于自然成因，另一种观点则寻求超自然的成因。就第一生命的起源这一问题来说，它或者是源自没有智慧外力介入的化学变化，或者是借着一位有智慧存有的介入，特别是创造而成。进化论者相信，生命是以一种自发的方式开始，从无生命的化学物质经过纯粹自然的过程而来。他们说，从地球降温到合适的温度，简单的气体，比如说氢、氮、氨、二氧化碳等混合在一起，其化学反应就会产生基本需要的氨基酸，适当的时候便可以发展成为遗传基因的链，最终成为细胞。当然，据说这要花费几十亿年的时间，而且有赖于太阳额外的能量、火山的作用、雷电、宇宙射线等共同维系这一个过程的进行。斯坦利和欧雷曾经做过这样的实验，试图重演这些情况，也成功地制造出生命所需要不同的氨基酸。科学界大部分的人据此认为，生命是由一些必要的化学物质中自然产生的。然而，我们有一些极好的理由来拒绝这种观点。首先，要产生生命必备的早先地球环境，同样可能把生命摧毁掉。实验显示，在反应的时候不能够同时有任何氧气，同时产生生命需要从阳光和宇宙射线吸取能量，那对所产生的物质实际上有害。在自然产生生命所必需的环境当中，生命要素摧毁的速度可能更快于产生的速度。即使正确的化学元素能够产生出来，也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可以解释它是如何被得以适当的安排在包在一个细胞膜里面。这需要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环境才能发生。其次，我们所知道的地质证据并不支持这个观点。进化论者将生命的起源定于在35亿年以前，
然而在格兰宁一块被定为38亿年以前的岩石中看到有活细胞的迹象，就地质记录来看，并无任何细胞以前的生命迹象。但如果地球的年龄大约是46亿年，在38亿年以前似乎已经有丰富的复杂的多样化的生命存在，则地球降温和进化的时间最多只有8亿年，这与进化论者所估计的最少需要20亿年相差甚远。再加上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早期的地球充满氧气，缺乏氨气，与进化所需要的正好相反，这发现使得这一立场更为复杂化。第三点，支持无生命的化学物质能够产生生物的实验本身就有缺陷，因为那些实验是由智慧的科学家执行的，他们并非真的重演早期地球的情况。就好比当时并没有只收集氨基酸的设计，当时的化学元素也远远不及实验室中的那样浓缩，也非为了达到更好的反应，事先有一番精心的筛选。当时有许多能量同时对化学元素产生作用，并非处于协调状态，能量和光的波长也没有经过控制。那就是换一句话说，做这些实验的人只不过是在自欺人，他们以为他们在观察一个自然的过程，实际上因着他们自己的介入，他们已经操控了整个过程。最后，进化论者从未指出是什么机制在利用能量去选择氨基酸，将它们分类构成不同的基因，以发展成为一个活的有机体。就像我们即使有一个抽屉的电池，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手电筒可以供放入使用，那仍然是不能照明。遗传密码的分子非常复杂，事实上它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特定复杂。英文有26个字母，基因只有4个字母，但它们都是用字母的排列作为沟通方式。实际上，单单一串遗传密码所携带的资讯就相当于一本厚厚的百科全书。就算当时有足够的能量可以成就这样的工作，但据我们所知，唯一可以利用这些能量成就这个工作的系统，若不是活的，就是有智慧的。将一大堆的能量随意打进一个系统中，如果你只是想要它加温的话，那很容易。如果你想要组织它，按照次序将它排列并制造资讯，则是一定需要智慧不可。什么可以解释生命突然出现，同时提供生物所需的资讯组织呢？如果我们将这一致原则应用在这个问题上，则我们如今所知，如今做这种资讯工作需要有智慧。合理的假设便是，过去需要智慧才能成就那样的工作，也就是说，生物中与生俱来的资讯若没有智慧的成因就不能完成。因为这里所说的不可能是人的智慧，更不可能是自然界其他生物的智慧，它必定是一位超自然的智慧。它的确造成与自然程序脱节，极其大部分科学家反感的就在这里。然而我们一旦承认在宇宙的开始从无到有的确是一个彻底的脱节的时候，则当
证据清楚显示有其他外力介入，这观点就不应当太难以令人接受了。另有人提出其他的理论来解释地球上有第一生命的起源，其中的一种解释就是说，它还有新的自然律还没有发现，但科学家只能提出这种需要，而无法解释组织的工作是如何完成的。另外有人说，地球上的生命可能来自于宇宙其他的地方，或者是附在一颗陨石上，或者是搭乘一艘远古的太空船来到地球，但这些解答都不过是将问题往后再推了一步。那个问题就是，那样的生命又是从何而来呢？海底的热量排气孔，或者是泥土沉淀，曾经被认为可能孕育生命的温床，但没有一种观点可以解释是什么方法使得利用能量构成特定的复杂成为可能。最合理的成因是一位超自然的智慧。好，我们来再看第四点，新生命形式的起源。同样，关于这个起源一样的有两个观点，一个观点是归结于自然成因，另外一个观点是归结于智慧的成因。那这样的观点认为，新生命起源是由一位有智慧的设计者特别创造而成。好，我们先来看，认为新生命起源是归结于自然的。达尔文对进化论最大的贡献之一是什么呢？他是用农夫或者是牧场主人的人工选种作为自然选择的类比。自然选择的原则成为进化论的招牌，因为它不需要诉诸于超自然成因，就能对生命形式新的发展提供一个可以解释的系统。他提出用来支持这个类比的主要证据便是化石记录。从此以后，导论性的生物课本便接受他的观点，生动地描述生命形式由简单而复杂的演进历程。达尔文自己知道，在人工选种和自然选择之间存在的类比有极大的问题，但是他希望人类在几个世纪呢所能做到的人工选择，自然界可以在几百个世代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面也能自己做到。然而，这种类比的缺陷并非只有时间这一项因素。达尔文经由研究人在家畜和农作物人工选种的结果而得到的。他的用词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人工选种的作为与自然选择的作为不但无法类比，而且根本是完全相反的两回事。人工选种有一个既定的目标，但是自然选择却没有。人是按照他希望延续或者是加强的特征来选择希望繁衍的个体，不惜使用一切力量保护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免受自然选择的运作影响，这样便可以加速消除许多畸形变种。他积极的并有目的的选种一代又一代，直到完成他的目标。这一种改变从未也绝不可能在消失和保留差异的盲目过程中发生，我们却误将这个过程称为自然选择。至今，这仍然是进化论的一个主要问题。
相当于我们讨论第一生命起源时同时的那一个问题，被用来证明自然选择果效的类比，实际上包含着太多智慧的介入。这样的观点竟然被那些理论学家所忽略。农夫或者是牧场的主人，根据一个有智慧的计划进行操纵，以便制造出特定的进展。就资讯而言，这是一个由复杂的遗传密码层面进入一个更高或者是更少的特定的复杂层面。在遗传密码中增加资讯需要智慧，就跟原来用来产生生命的资讯需要智慧无疑是一样的。老实说，若说达尔文的类比就能证实任何事的话，那么他所证实的就是产生新生命形式的确需要智慧的介入。只要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处理起源科学而非运作科学的问题，一致原理就会再度将我们导向这个结论。但是广为人知的化石证据又如何呢？达尔文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在《物种起源》一书说，为何并非每一个地质的形成以及每一个地层界地层都充斥了这些中间过渡的阶梵呢？地质学当然从未显示任何如此精细渐进的器官连锁，这可能是会被用来反对我的理论最为明显也最为严重的理由。自达尔文发表这本书直到如今，100多年来对他的理论不利的情况有增无减。化石中过度形式的迹象记录极度缺乏，这一直是古代生物学同行间的秘密。装饰我们课本的进化论只是在树枝的尖端和茎节点有资料作为凭据，其余的都是推论。不论是如何合理的推论，都并非化石的证据。我们对生物进化的理解带有太多一厢情愿的色彩，到一个地步以致有关生物进化最明显的事实至今物种都未改变，极少真的被纳入任何来解释生命到底如何进化而来的科学概念之中。化石的证据到底有何意义？大部分物种化石的历史都显示与循序渐进主义相悖论的两大特点。第一，停滞。大部分的物种在地上生存的时期，绝少显出方向性的改变。就化石的记录而言，它们出现时和消失的时候，形状并无改变。形态上的改变通常是很有限的，而且也不是方向性的改变。第二个，突然出现在任何的地方，一个物种的出现并非由它祖先循序转变渐渐出现，通常是都突然出现，一出现就已经完全成型。化石证据清楚地显示一副成熟功能完全的物种突然出现持久不变的景象。我们看不到任何一种由一种生命形式转变成为另外一种生命不同形式的情形。以上两个特点看似抵触传统的进化论，但对创造论而言也不无问题。创造论对化石记录的了解是，它显示创造来一连串不同的阶段，地层中每一次出现新的事物，便是一个新的直接创造。
无脊椎动物首先出现，接着便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是自然在下一次创造以前进行自我平衡，接着出现鱼，接着是两栖类，如此类推，一直到人类被创造。这个立场与化石记录吻合，现有的化石证据支持创造论多于进化论。有些进化论者试图用中断平衡这个概念来解释化石证据的问题。这些科学家说，化石记录的飞跃反映出进化中的飞跃，也就是说在极短的时间内产生主要的改变，因此进化并非渐进，乃是由一个阶段突然飞跃至另外一个阶段，形成中断现象。这个理论备受非议，因为他们无法找出任何证据加以证明。有一个可能造成这种突然进展的次因机制，他们的理论已知显得好像纯粹建立在过度化石的缺乏上面。达尔文明白这种突然是创造论的证据，果真那样，创造论所一向所坚持的将得到支持。完全成型动物的突然出现是创造的证据。创造论认为基因改变有它的限制，这显示每一种主要的生命形式都是特别创造的，每一种新生命形式的出现都有智慧的介入，指定它的基因资讯，赋予它特别的功能。正如字母的顺序造成不同的字，不同的遗传密码也造成不同的物种。如果说创作小说《指环王》需要智慧对字词进行挑选和分类，基因资讯的挑选和分类同样需要智慧，以造成不同的物种在自然系统中共同生活。这些生命形式的突然出现只是加强我们的证据，显明这个宇宙的形成是一位超自然智慧工作的结果。根据一致原理，这是这个问题最合理的解答。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现在我们有宇宙性质遗传密码分子里储存的资讯，以及更多化石方面的证据，还有自然接种的证据。对我们有理性的人而言，事实再清楚不过，这一切的存在除了归功于更高智慧以外，再无法用任何其他的原因加以解释。任何忽略这些因素的理论都是对自然的不忠实。关于起源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万物发生都归结于自然，另一种观点则寻求超自然。迄今为止，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显明，支持创造论证据的观点的证据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好，我们最后以一个故事，关于科学家牛顿的故事，作为今天分享的结束。牛顿生于1642年圣诞节的夜晚，他的父母都是基督徒，母亲名叫哈拿，和丈夫一同经营在英国的乌斯托普的一个小农场。在牛顿出生前3个月，他的父亲病重去世。牛顿出生不久也生了一场大病。
哈拿刚刚死了丈夫，眼看唯一的孩子也要离他而去，在他最绝望的时候，想起了圣经撒母耳记中也有一个名叫哈拿的女子，在难过的时候向上帝祷告说，你若垂听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你。牛顿的母亲怀抱着手中的早产儿，向上帝发出同样的祷告，神垂听了牛顿母亲的祷告，医治了牛顿。长大以后，牛顿成为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他以毕生精力来研究宇宙的奥秘，对无神论不以为然。他指出，当我观察太阳系时，看到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刚好使地球得到适量的光和热，这不可能是偶然的现象。在精密研究观察奇妙的宇宙结构之后，牛顿更深深地感到这位宇宙创造者的伟大真的是无法测度。这样一位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静静谦卑地自己说，他对宇宙的奥秘所知有限，犹如沧海一粟。牛顿曾经说，在没有物质的地方有什么呢？太阳与行星的引力从何而来呢？宇宙万物为什么井然有序呢？行星的作用是什么？动物的眼睛是根据光学原理设计的吗？岂不是宇宙间有一位造物主吗？虽然科学未能使我们立刻明白万物的起源，但这些都引导我们归向万有的神面前。从牛顿的时代开始，几百年来，虽然科学日新月异，但是牛顿的疑问在今天还是得不到完整的答案。牛顿在科学领域的杰出成就，使他赢得历史上最杰出的科学家与近代物理学之父的尊称。有关牛顿的传记，大多数都止于讲述牛顿的科学成就，却遗忘了牛顿的信仰。牛顿遗留下来的手稿展现了信仰在他科学生涯中的重要地位。牛顿从研究自然的奥秘开始，发现自然深不可测，最终而进入了宗教殿堂，向世人见证了神所创造的宇宙是何等奇妙和伟大。论到天体的构造与运行，牛顿表示，从众多星系的奇妙安排，我们不能不承认，这必定是全知、全能、高级生命的作为。我们请同工翻到下一页。宇宙间一切有机无机的万事万物，都是从永生真神的智慧大能而来，他是充满万有、全知全能，他在这无边无际、井然有序的大千世界中，凭借其旨意创造万物、运行万物，并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人类。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宇宙的万物必定有一位全能的神在统管运行，在望远镜的末端，我看到了神的踪迹。好，我们看，他有一位名叫哈雷的朋友，是英国著名的天文学家。
哈雷彗星的轨道就是由他所推算出来的，但是他不相信宇宙中一切的天体是由神所创造的。有一次，牛顿造了一个太阳系模型，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模型，中央是一个镀金的太阳，四周各大行星按照各自的位置排列排起，一拉取柄，各个星球立即就按照自己的轨道和谐运行，非常精妙。有一天，哈雷来拜访牛顿，看到这个模型把弄了许久，惊叹不已，问牛顿说，这个模型是谁造的？牛顿回答说，这个模型没有人设计和制造，只不过是偶然间各种材料碰巧凑巧碰在一起形成的。哈雷说，不可能，无论如何必定有人制造它，并且是位天才。这时牛顿拍着哈雷的肩膀说，这个模型虽然精巧，但比起真正的太阳系实在算不上什么。我们再看下一页，它会自己运行。我的 PPT 上面可以，它会运转。这里在运转吗？我看不到它在运转哈。他说，这个模型都这样精巧，但是比起真正的太阳系算不上什么，你尚且相信一定有人制造它，难道比这个模型精巧亿万倍的太阳系岂不是应该有全能的神用高度智慧创造出来的吗？哈雷恍然大悟，终于相信神的存在。好，我们一同来到上帝面前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爱我们，你差遣你的儿女们将福音传给我们，使我们可以认识你。感谢你赐福今天晚上的福音布道会，赐福所传讲的信息，求圣灵来打开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那属灵的眼睛，借着今晚的信息使我们知道是你创造了这个世界。你不仅创造了这个世界，你也创造了人类。特别将今天晚上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慕道朋友向你仰望交托，求你带领他们前面信仰的道路，赐给他们一颗渴慕你话语的心，愿意以读经祷告来亲近你，愿意为生一间教会来接受牧养，最后成为你的儿女。求你除去一切的拦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同心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现在是8:30，我们把接下来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留给大家，你们有问题的第一次可以打开你们的声音，可以直接问，如果是不方便，你可以在聊天框里面留言。吴弟兄，感谢主，请问一下，能否问一下您的年龄？我的年龄啊？过了半百吗？对，过了。哦，谢谢啊。不客气。我把那个刚才那个图再可以发给你们看，共享给你们看一下。你们继续有问题继续问哈。我这里共享出来，它这个图就是在运转的。我来共享这个屏幕哈，刚才那个屏幕看到它没有动，对吧？你们看到的这个太阳系，它就是这样自动的在运行，非常的精妙。
月亮为着太阳转，月亮为着地球转，地球为着太阳转，太阳又为着其他的一个星系在这个银河系在运转。如果你想想，一个自动手表都需要有人去制造，需要有人给它上法条，或者是给它能量。那么我们去想，一个这样宏伟的星系，乃至最后一个宇宙，如果它是自然而然就这样运转，你会相信吗？好，那我就分享到这里哈，我就停止分享了哈。我来开始，有人在，应该在开始回答问题哈，提问了哈。我们看到第一个问题是说，所以就是神导进化论哈。圣经里面是看不到有这样的说神导进化论这种说法，那只是说有的科学家认为，就是说如果进化论是错误的，但是事实上又看到有些物种在进化，那么是不是上帝在引导这个进化呢？当然上帝是有这个能力的，但是我们看到实际上我们现在很看到很多新的这个品种啊，不是物种，新的品种，比如说现在看到很多花是以前没有的，那这就是通过那个科学家或者是那些花农，他们有意识的去培育了一些新的品种出来，这种是一种啊，我们也不能说它是进化，只能说是新的一个品种。所以呢，圣经里面没有这个神导进化论的概念，所以呢，我也不能这样说有这种做法，有这种进化。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创世纪是不是一种比喻？那创世纪肯定不是比喻啊，创世纪是一个神启示给摩西的一个事实，因为在创世的时候没有人在那里。那我们怎么知道神是六天创造宇宙万物和人的呢？那他就需要有一个启示给到后来的人，把这个过程写下来。那这就是上帝启示了摩西，启示录是透过摩西写出来的，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比喻，这是一个事实。好，我再看下面一个问题，请问吴弟兄，若从单细胞进化到人，信息量必定大大增加，有无神论生物学人解释说是基因突变，这个回答可以接受吗？基因突变，那现在都有基因突变，实际上很多病就是基因突变，或者我们看到一些变，那个就是叫做一个畸形的，比如说有些动物生下来它就是三，本来是四条腿的狗，它可能有三，只有三条腿，或者是它有五条腿、六条腿，这是一种基因的突变。基因的突变实际上在正常来说呢，它只是一个环境给它的一个施加的一个影响，让它的基因的那个遗传资讯有变化，然后造出一个是，那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坏的变化，好的变化可能也有，但是非常的少，所以不可能从单细胞到整个人类的一个过程，是因为都是归结于基因突变啊。刚才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证据证明，跨物种的化石没有，找不到，到今天为止找不到跨物种的中间的化石，比如说猿猴到人，那猿猴到人不是一天就进化而来的，一定是经过漫长的年日，那这中间死掉的那些中间状态的物种，它留下的化石就会给我们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逐渐进化的过程，但是实际上没有这样的化石，一个也没有。
所以这就只是一个假设，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好，所以这个就是不能解释的哈，这归结于从单细胞最后进化到人，把它归结于基因突变，这个是不能接受的。好，我们来看下面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人正在这个世界上过得还算相对顺遂，有的人却郁郁寡欢，一生 坎坷甚至轻生，上帝让人在不同的成长环境，不同的起跑线，是不是太不公平了呢？对，这个就是我们很多人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有的人生在美国，有的人生在中国，即使生在中国，有的人生在那个富豪或者是高官的家庭，有的人是生在普通百姓的家庭，或者是有的父母甚至还是一个残疾人，那我们怎样来看这个公不公平呢？如果是从简单的从外表来看，这确实是不公平，对吧？为什么他要生在将相之家，我要生在平民百姓的家呢？那这个看来好像是不公平，但是上帝并不以这个作为一个比较，我们有信仰的人并不以这个人有多少钱财来作为比较。在圣经里面记载，有钱的人反而更难进神的国。那可能我们现在看来，不信神的人看来，那个对他有利的一个因素，可能会对他造成进神、进天国成为一个不利的因素。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就不存在这个公平不公平。有的人在世上活的时间长，有的人活得短，有的人活得很顺利，有的人活得非常的艰难，这个都不作为一个比较的标准。在上帝眼里来看，你信不信他，你将来能不能进天国，这个才是一个最重要的，而不是让我们像我们这样来比说，我们要在我们因为出生的家庭和环境不同，我们就在起跑线上就输给别人了，并不是以这个作为一个标准。我们不是以世上的成功，比如说世上的人成功，说这个人当大官，这个人赚大钱，这个人读了很高的学历，这个人身体非常的健康，这个人非常的俊美，这些都不是作为比较的一个标准。上帝并不叫我们去追求这些，上帝要我们所追求的是天上的国，所以这个在所有人面前都是公平的。每个人都会出生，每个人都会死，这个是公平的。我们每个人所呼吸的呼吸的空气，我们所享受到的阳光雨露，这个是公平的。好，那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怎么能证明创造神就是圣经里的这一位神？对，这个我们怎么知道是我们所相信的耶和华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呢？那就是出于他自己的启示，就像一个工程师，他造了一部手机出来，他就要写一个手机的使用手册，告诉买手机的人怎么去用。那同样，上帝他创造了宇宙万物，创造了人，他把我们放在这个地球上，他也需要给我们一本说明书，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来的，我们要在地球上怎样的生活才是符合他的心意。那这就是圣经，上帝透过历世历代的先知，或者是君王，或者是他的使徒，写下这本圣经，这就是从上帝而来的特别的启示。这个启示里面就告诉我们，
他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就是圣经所记载的这位上帝。除他以外，如果还有很多的神，那我们就不能分辨到底是哪位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宇宙万物只有一位神，天地间只有一位真神，其他的都是假神，其他的宗教所敬拜的都是假神，唯独耶和华上帝是真神。只有真神才创造出宇宙万物，创造我们人类。好，这个问题就解释到这里。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你好，您如何看过程神学？如何看德日进？很抱歉，我虽然是读过神学，我在华西神学院读书，但是我不太清楚有这个过程神学，我也不懂这个德日进是如何看德日进，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很抱歉，我不知道这个，我就不能做任何的回答。好，那其他的弟兄，老师可以问一下吗？老师可以问一下吗？你说。就是说我最近有看到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大爆炸理论这个不符合圣经。因为就是说神创造天地嘛，都不可能就是说从一种这个爆炸出来，然后就是像那种零零碎碎爆炸出来的东西就能够形成这个大自然这么有规律。他的大概意思是这么说。你这个你有什么看法吗？对，所以爆炸大爆炸论并不是真正的完全符合圣经的所谓的创造。圣经是说神创造宇宙万物，所以神的创造是有规律的，它并不是爆炸而来，它是说有就有，命立则立，它是从无中突然生出，造出万物来，并且是如此的有规律。爆炸是不可能爆炸出这样的，爆炸不可能是有智慧控制它的，它就是突然的自然的爆炸，所以那个是不可能的。但是呢，现在最接近于创造我们所讲的这个宇宙万物怎么来的，与这个最相近的一个我们所以可以接受的一个科学就是爆炸论，但是它不是，它不并不符合圣经。谢谢老师的解说。就是说这种理论我们可以参考了，但是就是不能直接套在这个创世纪这个神创造的事情上，是不是？对对对，那个我们知道神圣经是创世纪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那然后每天创造什么？每天创造什么？上帝是按照一个非常的秩序，比如说第一天是先有光，然后第二天说要有空气，那这个是有序有规律有智慧的一个创造。那个爆炸论完全不能来解释这个，它只是说它可以推到一个宇宙出现的一个非常接近的那一段时间，比如说他能够研究到宇宙起源的 0.00 多少秒，但是他再往前推他就不知道了。那因为那个是上帝创造的奥妙，并不是我们人类的智慧可以探索到的，只是说他这个理论他能够解释神创造以后的一些现象，它比其他的理论更为接近这个创造，只是它很接近，更能够说明一些东西。它能够说明这个宇宙万物创造以后，上帝的创造以后带来的一些痕迹，比如说神创造宇宙万物以后，它可能是透过一种爆炸的方式来创造，突然有这个宇宙出来的。所以呢，这种创造以后带来一些痕迹，比如说有一些波在其中，
那如果是突然出现的那个波就会有一定的波长和一定的浓度，科学家去发现那这个波长和浓度确实就是存在在我们今天的宇宙当中，但是这不能就说是爆炸来的，只能说它很接近于创造这个事实。好，那我们今天就这个问题就符合讲到这里哈。好，我们再看说关于地球的年龄，年轻的地球论、年老地球论，哪一个观点更符合圣经？还有圣经中六日中的日如何解释？对，这个是一个神学的问题哈。那我们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作业告问我们，你倾向于哪种？那我个人我更倾向于年轻地球论，更倾向于六日，就是今天的六日。上帝他既然在无中都可以生出万物来，他为什么不可以在一日之内创造所有的东西？他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吗？实际上是不需要的。但是呢，有人说六日很漫长，那他有他的解释。我是更加认同于六日就是六个二十四小时，跟今天的六日没有区别，因为它是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这是第二日，这是第三日，都是有晚上有早晨。所以我更加倾向于这个年轻地球论和六日就是六日这个说法。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人探索宇宙奥秘怎么看？这个问题不太明白到底是指什么哈，但是我试着来回答。人探索宇宙奥秘，这个是神许可的，神给了我们智慧去探索我们所看得见的，我们所看不见的，神给了我们智慧。但是因为我们只不过是人，我们不过是被造物，所以我们只可能越来越接近一些东西，但是我们永远也没有办法知道那背后的真正神要向我们隐藏的奥秘。奥秘的事情只有神知道，显明的事情才给我们人知道。所以我们人要探索是可以的，我们的科学日新月异，这就是神给了我们智慧，使人类有这个可能。但是呢，我们仍然是有限的人，我们的智慧仍然是非常的有限，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那个神不向我们敞开的奥秘。好，那继续讲下一个问题，演化论用实验证明了吗？如果没有证明是否只是假说？那进化论它是有一些实验可以证明生命中需要的一些氨基酸，可以用一些实验来把它生产出来，但这并不代表什么。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地球里面找到各样我们需要的能源矿产来制造新的东西，但是这并不代表说这些东西就是这些我们所找到的东西是我们人自己创造的，或者是它就自然而然就在那里，乃是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他知道人将来要用什么，他就早早的预备了给了我们。我们现在要烧煤，我们现在要烧天然气，我们现在要用石油，他早就预备在地底下给我们去挖了。将来那个水里面可能海水里面可能蕴藏了更多的能源是我们现在不认识的，但是到了一定的科技水平我们可能就能发现来使用。所以这个都是神给了我们，然后给了我们智慧去知道。所以进化论它只是用实验证明了其中的某些东西而已，它并不能证明整全的这个宇宙万物怎么来的，人是怎样进化来的，并没有这样的证据。所以它只是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却被某些人当成是科学来推广来传讲，那这就是不可以的。好，
再看下一个问题，有人，如果人是神造的，那抑郁症、糖尿病、高血压、腰椎疾病、近视怎么解释啊？那就是人所遭遇的这些疾病是怎么来的？如果是人是上帝造的，应该就没有疾病，对吧？ 你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哈。那人在被造之后，亚当夏娃被造之后，本来他们是在一个处在一个没有犯罪的境况之下，他们是不会死的啊，人可以不死，这是圣经可以告诉我们的，并且整本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了，有两个人就没有见过死，他就离开了我们。那人生病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人因为人犯罪，亚当夏娃违背了神的命令，吃了不可以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以呢，人就进到罪里面，罪的结局，罪的工价就是死。那人从正常的状态要进到死亡，并且这个环境后来因为各样的因素，所以人要死是必然的。人犯罪以后，从一个不会死的人到一个会死的人，这个是因为犯罪的代价，所以人人都有一死，且死了以后有审判。那人怎么人从生到死，这就是必然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各样的原因可以造让人生病，比如说天气寒冷的时候，我们没有穿足够暖的衣服，那就会生病，对吧？如果我们吃一些像现在，特别是现在很多的垃圾食品，你就会生病。神给了我们一个身体，让我们去顾惜保养，该锻炼身体的锻炼身体，该吃营养的东西就要吃营养的。但是没有人啊，肌肤上没有人能够完全遵照这个去做，所以就有了很多的疾病。那这个世界，特别是今天这个世代，压力非常的大，所以人的抑郁就是这样来的。人的高血压、糖尿病可能是吃太多好东西不运动来的，高血压那也有可能类似的情况。所以很多疾病是因为我们的饮食、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周遭的环境。我们现在喝的水跟我们小时候喝的水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小时候在河里就可以喝，河水就可以喝的，现在哪里有地方可以给你喝的水呢？你都要经过过滤你才敢喝。而且如果我们只喝那些过滤水，我们里面又缺乏矿物质，又会生病。所以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比如说我们成都的雾霾就足够让很多人得肺病，得呼吸道的病，这就是环境造成的。所以人这些病都是因为人犯罪以后所环境、生活方式、饮食各样的原因所造成的。这个跟上帝造人没有关系，上帝造人是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环境，但是人为了自己的私欲，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去破坏这个环境，那这个后果就是人自己要来承担。好，我们再看下面的问题。这后面还有个时候还想问一个问题，那请问你或者是打开声音，或者是继续在聊天框里面打字。老师您好，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吗？能听到，请说。就是我觉得有一部分人嘛，他们如果就是自己有主动选择权的话，他们就是不想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但可惜的是，人们都没有主动选择的权利就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就是上帝创造人，他仅仅就是为了荣耀他吗？就是信主了就上天堂，不信主就下地狱里。我感觉人类就好像是一个工具人，感觉人类也很可怜。就一部分人，如果他们有主动选择权的话，他们也是不想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但是上帝还是把他们还是让他们来到了这个世界上，这是为什么呢？嗯，那这个是上帝让一个人出生，那有他的美意在其中，他给了人选择，选择相信他还是不相信他，他给了人自由。人生下来是没有自由，对吧？我们是被迫生下来，这个是事实，而且我们要走向死亡，这也是个事实，也是被迫的，没有人愿意去死，这个都是因为，不是因为我们的原因，乃是因为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这两个人犯了罪，造成他们的子孙后代都陷在罪当中。所以我们一生下来就是一个罪人，我们的结局就是死亡。那这个不是因为你和我本身造成的，这个是我们的始祖亚当造成的，他作为人类的代表，他犯了罪，所以整个人类就陷入到罪当中。这个本来是没有，这个跟上帝创造没有关系，上帝造人是给了我们自由，我们可以选择生和选择死，上帝已经讲得很清楚，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但是人却选择死，放弃生，那我们是他们的后裔，就承受这个后果，这个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但是上帝他是一个怜悯我们的上帝，他给了我们再一次选择的机会，你选择他，你又可以得到永生。那这是需要有人去付这个代价的。我们既然是个罪人，我们的结局就是死亡，那怎么可能又有机会选择永生呢？那这就是他自己派他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为我们死了，承担了我们的罪。因为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就是亚当入了这个世界，那耶稣作为第二个亚当，他以他的死承担了我们的罪，使我们今天可以有的选择说我要选择永生。那有的人说我不选择永生，我仍然要选择死亡，那这是人给了 上帝给了人自由，这个我们已经不能说上帝不公平，我是被迫的，今天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你有这个自由，你是选择永生还是选择永死。好，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嗯，因为不能，好，不客气，因为不能证实圣经是假的，所以我就相信圣经可能是真的，相信错了也没有损失，不相信就可能很吃亏，上不了天堂。信神是不是应该这么开始？不能证实圣经是假的，所以就相信它是真的。那我不知道这样怎样去解释哈。那有的东西比如说佛教，你可能也不能证实他的佛经是假的，你也可能相信释迦牟尼是神，那这个如果这样来引用呢，那就不对哈。我们要有一个判断，所以我下一次会讲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到底谁是神。有的人说我信佛教也可以呀，我终身行善，我比你们基督徒强多了，我的道德水准比你们强多了，我应该上天堂，你们都有资格上天堂，为什么我没有资格呢？所以我下一次就要讲谁是真神，里面就讲到一个比较，一个比较，我们怎样可以判断一位神他是真的还是假的，上帝给了我们这样的智慧啊，我们可以判断，虽然我们不能造出真神和假神，对吧？但是上帝给了我们智慧去判断
神是真的，他会怎样呢？真神，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就知道，独一的真神，他应该是全能的。独一的真神，他应该是公义的。全能的真神，他应该是圣洁的。那其他的神有这样的特征吗？可能就没有，如果没有，他就是假的。好，那今天这个问题我也只能回答到这里哈。所以呢，我们要辨别着听，辨别着相信，不要人家说信这个是神你就跑去信，那就可能是迷信。我们要真的信，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不是说你信他是真的还是假就完了，乃是这位神是可以你去经历到的。其他的假神你能经历到他吗？你不能，他只是一尊偶像在那里，动也不能动。但是我们所相信的耶和华上帝，他就现在就在我们当中，就与我们同在。你能经历到他，你才会相信他，而且他是他在启示你，你才能相信他。好，那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现在已经9:04了哈。那是这样的，我们当中弟兄姊妹或者慕道的朋友，如果你有事你就可以线下线啊。然后我们每个星期五晚上7:30到9:00都有这个福音正道，你都可以上来听，你也可以邀请你的朋友来听。好，我看到我这里还有人在举手，我也还有问题，我先把这个问题讲完再来请举手的人发言啊。哎，老师你好，请怎么给信仰党员传福音？他们渴慕神的话语，但又不能丢弃他们的信仰，只能为他们祷告，结果交给神。那就是说，有人他又是党员，他又愿意来信上帝啊，那很好。等他相信到一个地步，他自己就会弃掉那个党员的身份。因为他知道那个是没有用的，那个并不能带给他永生，那个身份只能在他今生给他有些好处，但是与他的永生并没有益处。所以到一个地步，你为他祷告到一个地步，他自己就会说我要退党啊。所以这个结果就交给神。好，感谢神。刚才那个找救世主哈，你这个名字起得很好，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哎，老师，感谢主，我想向您讨教，这个中国最厉害的一群人，他们这个是这个共产主义党啊，共产党，他们都是唱从来就没有救世主的，他们还可以把王一牧师下在监里面，难道他们也会唱错吗？他们这么厉害的人，厉害的已经厉害了70多年了。嗯，感谢神哈，这个是上帝的一个上帝的智慧，他允许在中国有这样独裁的政府，但是他又允许在西方有自由民主，他让两种体制共存在这个世界，让我们看到其中的区别。我们并发现并不是说在民主自由国家信仰反而更纯正更兴旺，现在我们发现在被逼迫的国家，比如说中国，信仰反而更加纯正更加兴旺。这就是上帝的奥秘，他借着逼迫来炼净教会，来使这个信仰保持纯正。你都可以冒着丢掉工作，冒甘心坐牢都要持守的信仰，你怎么会不认真呢？对吧？所以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活在这个独裁的政府当中，活在这个无神论的世界里面，有上帝的美意在其中啊！我们只要相信我们所信的，那些这个政府能够活到70年，但是神要废掉它，只是在眨眼之间。所以你不要管他活多少年，将来上帝要他活更长，那也是上帝的美意。所以这个都是在掌握在上帝的手中，我们不要去管他活多少年，我们只要管我们的信仰要不要纯正，要不要持守。好，
好，我们刚才在看，还有很多问题哈，我还是继续回答哈，因为你们也不容易能进到这里面哈。好，我看到下一个问题是写圣经的作者是不是相互参考、前后参考，所以才写出来圣经主题一致。那就是如果是很多作者合参一本书，那就是需要互相参考、互相交流才能写出一本书。但是圣经却不是啊。圣经的作圣经前后有1000多年，不同大概有50来位作者，这样的时间跨度和不同的人写出来的，那他不可能是这样前后参考写出来的。圣经的作者只有一位，是上帝，上帝自己启示给我们，他只是在不同的时间启示给不同的人，写出那个时候要他写出来的东西。因为是同一个作者上帝，所以他的前后是一致，没有矛盾啊。所以我就这样解释给你啊。好，这个下面有一个想党1011年，应该是啊，11年党龄的党员在此无比后悔入了哦、你是后悔加入了党员、啊、成了党员，现在天天被要求积分，感谢主的恩典让我得以开始读圣经，感谢神、啊、那你还是党员的身份，但是如果是你知道、要去积什么分，要去读什么党章能够去积分呢，那求神给你恩典，使你够刚强，不再做这件事情、啊、因为上帝并不喜悦你这样去积分，上帝喜欢你拿那个时间来读圣经，来亲近他。好，没有听到老师的回答，不好意思，那我不知道你哪个没有听到。除了神的恩典，别无他法能让一个人信主。对，这是上帝的恩典，也是上帝的拣选。独裁暴政与多数人的暴政神都不喜悦，我们应该追求神的国与神的义，感谢神，坚信神掌管一切。后面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了哈。王一牧师说过，耶稣上十字架就是让自己成功的失败，这是福音的反合性，对，他以他的死胜过死亡。下面有一个人说，学习强国积分最少30分，那这个是如果是党员要求做的，求神给你恩典能够拒绝、啊、如何感受到上帝呢？对，那我们的上帝是可以去让你感受到的，让你知道的，他会住在你的里面，让你知道他就与你同在，你向他说话他也知道，他也可以借着圣经或者是什么启示给你，向你说话。如果这个上帝他不能，你向他说话他也听不到，他向你说话你也听不到，那就是没有办法去感受到的。 那我们不是用眼睛看，也不用耳朵听，也不是用手去摸，圣经告诉我们是人是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上帝，所以你借着读经祷告就能够经历到、啊、这个是我给你的建议。那最后还有看看给党员传福音的没有听到，给党员传福音就跟普通人传福音是一样的、啊、只是他因为他有所谓的共产主义信仰，那个信仰他自己，我想他如果他是个诚实的人呢，他应该知道这个信仰是自欺欺人，对吧？那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论说，实践如果是一个，如果是真理，那就应该可以被实践所检验的。你看到共产主义在这个全世界已经垮掉了，证明被实践所检验，它就是一个伪真理，它是一个来自撒旦的信仰。好，那这个问题我也只能回答到这里。
不看也不听学习强迫你们的内容，按着积分把积分完成就完，如果要看也要听会疯掉。如果只是打开那个程序让他走完呢，那个是也是在自欺欺人哈，你也是在欺哄自己。那我们的上帝是欺哄不得的，你做任何事情都是在向着上帝做。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难处不去做，他是要辞掉你的工作呢，还是要怎样啊？我们的牧师都因为信仰去坐牢了，所以你也可以把这个强国积分停下来，看是不是也要去坐牢。如果你也去坐牢了，那也是上帝给你的荣耀。好，感谢神。那我看到这聊天框里面所有的问题也回答完了，还有人要问吗？还有人有问题要问吗？有，吴老师。哎，你说，陈亮弟兄。因为我中间一停动了一下啊，问题我也是刚刚上来听的啊，我想了解一下你现在在哪里啊？我可以认识一下你吗？我们可以互动一下吗？谢谢。可以认识我，我是在成都，我是在秋雨圣约教会做传道。我们当中有服侍的同工对吗？我们当初有服侍的同工没有？你是让别的同工介绍你吗？不是，就是你可以跟他联系，要拿我的那个，你把你的方式给他也可以。我或者你现在可以在那个聊天框里面私聊，如果你不想别人知道你的电话呢，你可以私聊那里面把你的电话写下来，我记下来，我等一下可以我明天有时间我就回你好吗？不要紧，我对我来说不要紧，我现在就可以说一下，你记一下吧，你方便吗？你有笔吗？你等一下哈。这也是我的微信，我跟英强想联系，也后来也没有，就个人渠道没有，最后没有沟通。你说你电话号码？150。0773。0773。1944。没听清楚。1944。1944，我再重复一遍哈，150-0773-1944，对吗？感谢主啊，我陈亮弟兄，我就说有一个观点，我稍微的澄清一下啊，就是说，你说，这个王乙牧师呢，他对家庭教会有一个倡议，就是说，家庭教会一定要尽可能的公开化。公开化有一个风险在里面，就是会遭受逼迫。那遭受逼迫呢，也正好就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走的这个十字架的道路。那这个呢，我非常的认同啊。我也现在就在慢慢的在做这个全职服事的这个道路啊，刚刚开始转型啊。上一次，我让英强弟兄啊，就是说给大家发起这个为我祷告啊。这次呢，我直接把我的这个姓名直接就写到上面了。以前写的是一个叫网名叫做旷野牧人，现在就不隐藏了。就是咱就走十字架的道路呗。有什么办法呢？对不对？求主加力量给我们，对吧？是。下一步该怎么走？就我们尽量透明啊。但是呢，这个有一句话叫属灵的人参透万事嘛。啊，他们要做什么，能来光照我们，好不好？那我们走下去。吴老师，谢谢吴弟兄，
谢谢你的讲座。你好像不是大陆人嘛，还是你讲话干什么？是好像是散居在国内的，好像是这个可能不好做，不方便的话。我是湖南人，湖南岳阳人。啊，感谢主啊。好，那边有一个教会，我也知道一点点。如果说是，我想，这里说可能问题不大。它有一个磐石圣经教会，啊，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教会，我所知道的。啊，嗯，感谢主。其实呢，我们相信呢，这个为了保存自己，为了就是说教会能够有效的聚会，弟兄姊妹能够，建立信仰，有很多教会也不一定就说是非要走一条非常公开的就是大张旗鼓的道路，这个我们也要理解，嗯，对吧？就是说他在那里做的是，就是说是，据我所知啊，我现在也是说就所知的一些教会来，他们就说怎么做的呢？就是说是做到大概四五十人的时候。马上就开始有分组啊，分组马上就是为了有效的能够建立教会，为了支堂啊，那这样呢就把这个教会做起来就行了，不是完全为了这个啊，就是让大家都能看到或者是怎么很张扬的去做这个事情啊。那更重要的是让更多的人，他的目的和动机如果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得救的话，那这也很好啊，对不对？他低调一点，是吧？他们如果说一旦到了这个一定的程度以后了，怕树大招风啊，啊，怕就走一条化整为零的道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到一定的程度就怕引起注意，那就赶紧划分为小组。啊，在逼迫的这个阶段，它是很容易引起注意。那马上划分小组，在这个时候就这样去做。我们相信神会引导这个每一个教会这样做。我们看不到的教会，我相信有很多很多，因为我所了解的就有很多。啊，感谢主。是，好，如果你没有问题问呢，其他的我们就私下再聊哈。我们把时间，如果还有人有弟兄姊妹或者慕道朋友要问问题，那个找救世主，你还在举手，是还有问题要问吗？感谢主，阿门。老师，我想向您讨教。我注意到了您大约在九分钟之前，您说到了这个 communism 是来自于鬼的信仰。我也感谢主，我最近几年了解到了。就是他的第一句话，这个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他这个当时这个马克思他肯定看过圣经的，圣经里面是说圣灵，他讲一个幽灵，他不是讲圣灵，那个肯定是一个邪灵啊。但是我就有点理解不了，因为在1994年大约啊，我在高中的时候学那个语文书。那个语文的补充教材里面有一句有一篇这样的文章，就是马克思好像是高中毕业写的一篇文章，他的文章题目是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然后马克思呢他就讲了很多，最后一句话，那个文章的最后一句话，他是说在我们的坟墓面前，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烈的眼泪。那我都被他这句话感动了，我心想这个马克思肯定是个道德高尚的人，是个为穷人打天下的人。那请问一下，他为什么，您怎么评价他的这句话呢？谢谢。我没有听清楚你说这句话，他说在他的坟墓前有人会洒下热泪是吗？对对对，阿们。那它是一个主义哈，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呢，它的愿望是实现，就像天国，像天上的国那样的在地上显现。但是因为那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哈，如果是大家是有物有像圣经那个《使徒行传》里面讲的，凡物共用。那有钱的就把钱拿出来，有东西把东西拿出来，大家一起共用，这样就没有穷人，那多好呢？
但是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因他们他没有他不知道这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在于人是一个罪人。人是一个罪人呢，他就不会甘愿跟别人平等。他的能力比别人强过别人的时候，他就要做高位，他就要拿更多，这就是人的罪性造成的。所以罪人在一起没有办法凡物共用，所以他只是一个好的主意，好的思想，一个乌托邦是永远没办法实现的。他只是去接近又接近，但是你看到今天这个共产主义也有几十上百年了，他达到的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吗？没有，他反而比他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差，对吧？所以他只是一个理论，没有办法实现的。也持守他那个信仰的共产主义的人才会到他面前去落泪，其他的人不会到他坟前去落泪。谢谢，感谢主，谢谢。好，不客气。那今晚时间也晚了哈，我们就到此结束了，好吗？罗老师，这里有一个问题，帮他回答一下。这个说，老公不愿读圣经，信了已经十几年了。哦，对，我看到这个问题了哈。老公不愿读圣经，信了十几年了，怎么办？但是已经信了十几年，但是现在不读圣经。嗯，那就是他现在软弱了哈，他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对吧？那有的信了主很多年，他可能并没有真正的信，他可能只是当做一个宗教，或者是星期天的礼拜徒啊，礼拜天的基督徒，只是去尽一下义务，那这样的就没有真信。那没有真信，那就需要为他真信来祷告，求神来开他的心窍，得着他。他一旦被神所得着，他里面就生发一种渴慕来读神的话，这个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啊。所以你不能强他不读，你不能强迫他读，你只能求神来改变他。人是不能去改变人的，但是上帝是可以的，上帝凡事都能啊！你要相信这一点。对，切切为他祷告。对，那个吴老师，对不起，我稍微说一点啊。那你再说。这可能是一个姐妹发出的问题，一看就是。但是呢，就是说姐妹应该做的，就是说尽可能的需要创造一些条件。当然你刚才说的这个祷告是很好的，祷告有走在前面以后呢，后面来就看有没有可能就说是求神来预备一些机会吧，就是说尤其是弟兄跟他来接触，灵性好的，信仰比较成熟的，有机会跟他接触，一起来聚一聚，比如说吃个饭呐啊，一起来有一些的社交的一些活动啊，一起比如说锻炼身体啊，跑跑这个跑跑步或者怎么样，看老公还有什么其他的爱好，尽量他接触以后呢，要发现老公的问题，有针对性的去进行啊，对症下药的话可能好一点啊，这个是我补充的。好，谢谢你。那时间晚了，我再告诉你们一下我们教会的一个这个星期五福音布道会的一个安排哈。我们呢是有一共有五个系列，有这个辩道解惑系列，就像今天晚上虽然是很难懂哈，但是呢必须要讲，但是我将来再讲的就不会这样理论化的东西，都是一些以圣解经来讲，就会容易明白一点。有那个生命见证，就是我们弟兄有弟兄姊妹来做信主的见证，有这样的一个系列，这是第二个系列。第三个系列是一个基督教伦理系列，
那就是讲怎样生活、婚姻、家庭、工作这伦理观。然后第四种就是有对谈，就是我们会请一个特邀嘉宾来谈这个对这个一些疑问啊，或者是对一些社会现象啊，或者各式各样的一些谈论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来带大家读书啊，比如说介绍一本书的，叫大家来读。我们有这样的五个系列，这五个系列呢，就是在这中间会穿插着。有，并不是说每个系列的频率是固定的哈。那像我们这个系列就是每个月有一次，但是我会每两个月才讲一次啊，所以就是不同。你们就希望你们有时间的，每天晚每个星期五的晚上7:30到9:00进到这个房间里面来，我们一同来啊、来听，来提有问题就提问，我们一同在这里有团契，有彼此的属灵的相交，我想这个也是神所喜悦的。好，那今天晚上时间晚了，已经9:30了，那我们就跟各位道晚安，弟兄姊妹们平安，慕道的朋友平安。多祷告，各位再见，各位再见，为我们教会祷告。